诶，你上了，等我一下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早安早安，T3ARL，早安。哎，你怎么这时间会在？火鼠早安，糖糖水果糖糖，请回隔壁灵儿台啊，谢谢啊，请回隔壁灵儿台哦。走哪里呀、啊？我想说，应该继续开个台，因为哦，我稍早是在阿尔宙斯。哎、欸，阿尔宙斯的案件完全反人类，你知道吗？阿摩子安安，晚上好，初见安安。教主的小开总是我想的不一样。M 应该可以小开一下吧？这次应该是可以小开一下啦。哎，打开。好扯哦，哎、欸，好扯哦，开台在第一台，龙月安安，利恩安安。没有，昨天累到没开台，太困了。我好像被略过了，玩笑哦。哦，有看到了，抱歉，刺刺爸爸啊，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啊，肯定是你刚没听到啦啊。能够跨越恶劣环境。哎呦，我私下完全都没玩到嘞。我昨天啊，跑去玩猴子射气球了。接受。记得玩过萨尔，没有，真的很奇怪。他打开包包，我忘记哪颗键了啊。上哎、欸、是左边的上跟下键啊，翻滚是 Y 键。正常来讲，跳跃是 B 键啊。那、啊、过去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啊。圈圈子啊，不是萨尔达问题，是真的。阿尔宙斯的案件真的是怪怪的。哦，哥大煎香蕉。嗯，让我进去。啊，这样子啊。林宥嘉春夏粉珠安安，哎、欸，嗨安安，好久不见。哎、欸，最近可能会找其他游戏玩了，也不是说这游戏差不多，这游戏可以玩很久，只是我怕玩到后面我不知道干嘛，反而不知道想要干什么了，懂吧？应该懂吧？但其实这游戏。这游戏其实可以玩很久哎、欸！哎，我们现在要来干嘛？还是玩后世？我不要，不是我跟你讲，我玩恐怖游戏可以，但是我恐怖游戏条件是不能太黑暗，太暗跟太那个天花板太低。好，就天花板太低这件事情，我玩到后面会吐。我恐怖游戏我可以，我还原玩过，还那些都玩过啊。但是天花板太低那种东西，玩到后面会直接吐出来。大剑香蕉，爸布安安啊！爸布前天生日快乐啊！大前天生日快乐，爸布。除了下水道，其他人应该可以吧？因为后世它其实有点狭窄啊。我这个人是不怕恐怖游戏啦，还是就哎、欸，还愿二周目吗？对，今天还没开气球，就每天开一下吧。它有个任务是365天的成就，
365天都在解每日的成就那个。我当时本来想解那个，但是后面真的是太懒得开了，就没开了。幽闭恐惧症，哎、欸，我觉得我应该是有、欸，哎，就是那种你已经窄到只剩下一个身躯能过的那个大小，我觉得我应该是有幽闭恐惧症，但是没有到很严重啊。我前天每日每解要重算了，哎、欸，干，那个是每天要上线哦、喔，啊，完蛋了，我。你知道我那时候坚持了3个月，后面是真的想说算了，放弃。可是他有一个每日真的，他有几次每日真的是有够难解的哎、欸。他这在哪里？哎、欸，怎么斜月了？啊，怎么就是这么突然？是心动啊！我不要。哎，林恩安安，你吃饱了、哦？我想说你去吃饭，那、啊、我就偷开台了。按错了。很好，上面的对话你没看，不是。硬吃饭的我，今天晚餐不好吃，对不起，林河大大，可以原谅我吗？林河大大，可以原谅我吗？可以通话一下原谅我吗？我想现在跟他熟了后，我觉得整个不好哄了，整个哄不好了。通常讯息上去两行教主就列过了，哎，我，哎，我其实你要知道，看聊天室这习惯真的是我很后面很后面才训练起来的。完蛋了，好吧，看来友情啊，友情已尽啊，这样啊，对啊，完蛋了。这是我被略过十几次总结下来的心得啊，这样啊，哎，不是愿意略过的，哎，我连提醒目标的文字我都可以略过，哎，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啦，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啊，啊，那个一个花了380点，然后提醒目标文字啊，我连这个都可以略过，啊，哎，真的很抱歉啊，灵儿。灵儿，真的很抱歉啦。哎，这个是，这个肯定错的是我啊，好不好？没有，现在我是怕我睡着，因为等一下10点半，哎，10点47分的时候。我们要上线光遇扫一下红石，哎，就是怕睡着啊。哎，次次有什么办法可以哄女生开心？有什么办法？你好，我是略过你好，干不要臭我，我真的不是。我怕我还没睡，你给我去睡觉。哎、欸，对耶，你快去睡啦！干，几天没睡，你到底最近怎么了？
有健康的身体啊，才可以健康的看台、看台、看台。下方有感应，要哄要看对象。那如果是你们喵主播嘞，林主播，哎、欸，这是什么东西？哎、欸、干，不好意思哎、欸。啊，眼睛怎么都掉到这边来？用扫码可以直接送爱心对吧？太久没加好友了。啊，来来来来来，扫码只是加好友，送爱心要那个还是要解锁那个友情树？完蛋了，我要死了！妈的，为了打这个蝙蝠，眼睛死掉，撤了撤了。我这边有一个实况组都不看留言，结果后来都开小起点传讯息，从此他就没。那不然我也这样好了，雪莉安安。可是这样有点敛财，我又不是，我又不喜欢都是花钱在提醒字幕的，对吧？你们懂我的为人吧，我就不是那种人，但是现实逼我成为这种人的。还看什么啊？也不回我啊！算了算了算了。如果遇到马上弄一弄，马上弄什么啊？完了，我还是去睡觉好了。你看，我连睡觉，哎，算了算了，我去设我关台好了。我们转去隔壁台啊，我去睡觉了，拜拜。欸，不好意思，龙月，你是直接把声音打开哦？这个开台不开台，声音打开的是不是？我跟你讲，我今天只睡四个小时啊，不到啊，其实四个小时不到。然后今天天气热，加上我家有小孩子的话，我是别想睡了啦。哎，所以。可以体谅一下老人，就体关怀一下老人啊。关怀老人，从你我做起。你才睡二十分钟，哎，你比我小好吗？次次，老哥，好好休息好吗？不是我不休息。是我家的小朋友不让我休息，好吗？我今天本来可以休息的，那结果嘞？那个小侄子在哭啊，没办法睡，那我就回楼上想说可以睡一下，啊，结果嘞，要去接我外甥女，哎，烦死了。外甥在哭。看这里是哪里？这边是免费可以来的吗？龙月好好开台啦，好好开台啊，龙月啊，玩后世还敢低台啊？你是不是太怕了？害怕不敢玩？也是啊，所以干一下没事的。哎，你哎，今天幽离就讲了啊，你干脆就是哎。不要睡了，跟他玩游戏了，好不好？既然一直该说睡不着什么的，那最棒的方法就是啊，都不要睡啊，去跟喜欢的主播玩游戏，不错吧？
然后我尤里那边的点数有20万，可是之前有断掉过几次啦，不然不会这么少。哎，那时候自从断掉之后，就是想说，哎，不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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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剩1万，哎，辛苦你们了。哎，主播都感谢你们的付出。哎哎哎哎哎哎哎！不要，别这样，别这样，别！宝箱你别，宝箱你不许这样子对我。哎，别！我不要。哦，开到了，开到了。那个转牌子转好兴奋，哎，你知道，今天他不是好几次差点又是加个什么20-30分钟什么的，我说直接把水杯用力撞在桌子上，我就说你心脏漏了两拍哦，那不止漏了一拍，整整漏了两拍。然后这我觉得最好笑是。那边比伤害，角色选好了，就跟人家比说，哎、欸，来啊，来比伤害。然后讲，哇靠，角色选好在那边比，哎，不愧是主播，哎，主播就是有这种力量。很佛的加班台，真的哎、欸。你看，其实讲话都会被影响嘛，对不对？啊，这样，哎，真的哎、欸，不然还是我们啊，对不对？哎，声音不像啊，但是口气可以学得很像啊。不然我们还是我们，又目前最高时速你都没出手，他不是都是被隔壁的转过来的吗？对啊，我觉得。怎么受伤的都是优主播啊？这样，哎，不过真的也好少看，哎，应该也说好少看，没时间看台，因为在开台的时候他在开台，关台的时候剩下加班台、睡觉台啊。动不动就10倍、50倍，对啊，很扯欸，是不是那个怪怪的啊？你们不觉得吗？啊，白天这边就是火蜥蜴了。嗯哼，哎、欸，你们知道灵儿的一个小秘密吗？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想不想知道灵儿的小秘密啊？啊，我都说是秘密了，我怎么可能会知道？哦，没有啦，我不知道啦，我乱讲的啦。说说看，我不知道，对不起，我道歉。啊，开台的给我好好开台啊，打问号干嘛？夸张欸，好扯，真的好扯。你知道我在看龙月台看到一半的时候，他跑到灵儿台打字，我想说哈，关台了哦、喔。啊，点过去看，哎、欸，在搭电梯。我说，哎、欸，主播好扯哦、喔，啊，怎么开台可以低台，怎么那么厉害？
啊，结果怎么换我开台的时候也跑过来？哎、欸，好扯！其实你跟豆腐的台我都会去看的、啊，只是没有打字而已啦。那豆腐最近不在打那个特战英豪吗？由于我都看不懂啊，我就只是挂着看而已，挂着听啊。哎，这在哪里啦？好气人哦！对吧、啊？像我讲了嘛，有时候就是因为支持一下，会帮忙挂个台什么的，对吧？我说到有做到吧？我不是那个用嘴说说的人啊。略过了，略过什么？妈妈妈妈妈啊！对不起，对不起，次次对不起。月林安安，对不起，流氓安安，哎、欸，安安，对不起，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阿哥，这站就是在哪里啦？哎，终于看到了，对不起，哎，反正想讲个打个略过，就网上马上看了，对不起。你看吧，差点就5000块丢水沟了，对不起。哎、欸，没看到，请好好提醒我啊，对不起。老人家眼睛真的不行了。前阵子想说爆开啊，前这几天休息个几天，结果对不起啊，结果啊情况没有好转啊，反而恶化了，不知道怎么办、欸。啊，怎么办欸？采矿场一定有矿吧？对不起，不好意思，对不起，这边怎么那么大？现在是怎样？对不起，现在是有人换的。对不起，我刚刚还略过，对不起。然后稍早有妹子来我的台打招呼啊。然后我无视到人家了，对不起，我也道歉了，我也做到我能做到的。别哭啊，靠腰啊，等一下哦，对不起。哎，我对对，我把这个装备找出来了，对不起啊，这个可爱的原谅装啊，我找到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个是难得我没有看攻略去找的衣服、欸、我好觉得好有成就感哦、喔。对不起，抱歉抱歉。哎、欸，偷袭！哭啊，白痴哦、喔，那么烂哦、喔。浪费我的烟雾，对不起，对不起，我骗了你。有什么对不起的歌啊？那就对不起吧，对不起，对吧，对不起。哎、欸，我是今天才知道，在灵儿台如果抢到那个头香的话，有这么好的福利耶！那不然我们也效仿一下吧？对，抢到头香的可以获得什么什么的哦，好像不错哎，可以获得繁星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嗡、嗡、对不起，对不起。难怪糖糖都抢头香哎、欸，对不起。可以获得繁星的五马吗？哇，好毛哦、喔，不行哎、欸，对不起。起鸡皮疙瘩了呢，对不起。
怎么鸡皮疙瘩起来了？先别说男生啊，女生其实我也很少在讲嘛这个东西耶，对不起。因为你七点就在了，对不起。啊，如果他今天没开台的话，你要怎么办？就等空气吗？就没关系，反正当挂台嘛，对不起。你都放着等啊，哦，等音乐响起是不是？对不起，哎，吐舌头，不是吐舌头，我怎么讲出来了？棉被猫安安，哎，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哎、欸，雀魂有活动哎、欸，还是不然我们来打雀魂。可是先等我这个任务解完好不好？啊看，我先看安妮的那个精华，用那个贤者把人家的床给拆掉，我笑死，人家的车子给拆掉，哎。哎呀呀呀呀呀呀！反正我都看行着没开，我才休息不挂台。哦，这样子啊！哎，被我跟你讲，我学东西学很快啊，啊，有时候戒都戒不掉啊。啊，你知道？啊，这边讲一下那个灵儿最近在玩一款游戏叫《光遇》啊。那款光遇呢？其实是我在玩呐、啊，然后只是刚好明天我们有个复刻，然后复刻刚好是热门发型叫正太发型，然后但他看中的是粉红色披风，不过他很可惜啦，他手机没办法接到电脑，然后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用让手机接电脑。之前有试过很多软体，但是我都是失败告终。然后可能等吧，等之后实定上了，然后他可能就会开光遇台了，可能啦，我不保证。对，这样啊。这样啊，靠哭啊！欸，不过我讲实话哦，他光遇很强欸，他的操作不像是新手会有的操作，你知道吗？当时我学那个光遇的游泳，其实他很奇怪，但是灵儿那位主播他游得很快耶。好，光遇是太阳吗？ Snow S 还是星期天？ SUNNY 怎么念？我忘记了这个很眼熟的词啊。你好，完蛋了，脑袋不好使。有位猛星，他超强，跟你讲，而且水之试炼那个第一个大辣，他靠自己跳过来，哎，我那时候带着矮面跳过来，我已经觉得我很强了，我就说没关系啊，你要不要飞我？你赶快飞，赶快飞，然后我就回 DC 打个字，突然他顺到我旁边来，我说你瞬移吗？他说没有啊，他跑过来的，我说哇，你太强了吧？哦，阳光哦，对啊，对啊，对啊。哦，所以我刚刚说太阳什么，那没错嘛。哎，主播英文很烂，好不好？能猜中一两个，已经要夸奖了。一次过吗？大概四次吧。那大概四次吧。再来就是看他速通火试炼了，等把他带起来，可能就是我躺着等他带我了。
哎、欸，这边没有神庙吗？那感受到英文实力了，哎，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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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肯定啊，谢谢你们的肯定，至少我没有说星期天，好不好？差点讲成星期天安安。有说星期天不是 Sunday 吗？培养车头日常，我跟你讲。我觉得光遇应该是除了我以外，大家吸收很快的游戏啊。我不要。看一下，我剩最后一个。哎、欸，不会胎子重生吧？哦，没有。你也很慢才掌握到遁地啊！你特别啊，你特殊啊，你是个例外，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对吧？我本来想说，不然等一下来给他个惊喜，但是他感觉在低台，讲出来又没有惊喜，有没有？比如说我们等一下准备个小礼物送他，结果他满心期待等小礼物的时候，结果关台后，啊、我的小礼物嘞？啊，没有小礼物啊，这就是啊，这就是惊喜，哈哈，超坏，坏人。等一下，其实。他不是前阵子，右下角有一只猫吗？昨天右下角有一只猫。那时候他说，哎、欸，他看到我一张图，他说想要。我说，可是我不想要画猫咪，啊，结果于是傲娇的我嘞，还是画给他。但是我本来是想说，不然等你一千追随，我再把图送给你吧。结果他好像真的很想要，那于是心软的我嘞，又把图给他了。没有啦，想说还是给人家好了啊，还是给人家好了。反正一千在一千的东西嘛。这样啊，没错啊。哇，你看，满心期待的东西，却还要等一千才能拿到。这不就是啊，东西都在口边了，还却不能吃的感觉。都到嘴边的肉了，还不能吃啊？删除余料。哇镶着金矿的爱心耶，这样啊，不错，攻击多少啊？哦，50耶，多少？33耶，好冷耶。我记得第一天玩的时候，连陈岛都没出。你是说陈岛还没开放出来，还是你根本就没有出陈岛？哎、欸，这不一样，这你要讲清楚哦。哎、欸，月灵有没有加好友啊？虽然这主播已经佛系放着了。但最近会努力上线，不是努力上线，努力回火的。
你出不去存档，为什么？欢迎安安，你好特别哦，竟然出不去存档。哦，这次还没打过哎，来打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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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场樵夫。哎，用什么打呢？这个，然后换衣服。听说最近要把空巢加回来，虽然在空巢。空巢是什么？什么是空巢？我不知道一开始拿先生，你不知道一开始要拿先祖哦？你所以你现在是没有翅膀吗？还是什么？哎，不用啊，因为不一定要拿先祖啊，是吧？红粉安安。哎呀，肯回来啦，冬粉。空巢好像是最一开始的预警。哦，这个你都知道。现在已经是毕业一年的咸鱼，哎，可恶！这什么烂位置啊？一个岛屿都没毕业的我啊，你不是超佛系的吗？你又不像我强迫症。五谷安安啊，有说要加回来哦，我怎么没看过消息？我这么会漏消息的吗？啊，真不愧是我，连聊天室讯息都能漏掉，难怪你每天都送我爱心，你根本不缺啊。缺了顶多刻一下嘛，对不对？不过我是蛮想要他换出那个啦，就是不是有胡那个吗？狸猫尾巴、浣熊尾巴，你说那个还蛮可爱的披风啊，所以才会想说有没有寄啦，可以给他，要不要寄票啦？不觉得浣熊尾巴很可爱吗？哎，蜥蜴尾巴真的是很难打哎、欸。可惜加完还要等三天才能给，对啊，就少三根蜡烛啊。没事啊，我会想办法用我的嘴巴啊，让他收下月雪的机票。我说，人家妹子要给你的酷东西耶，你还是收下吧，不要辜负妹子的好意啊。而且最好笑的是，他刚好真的是要72小时整。
欸，等一下打雀魂吧，等一下来打雀魂吧，我们打到打到放着不管吧，靠哭了，我们打到红石出来吧。我这季票跟我好几季了都送不出去，不是送不出去，是那时候在问的时候，那我跟你好几季，你在那边骗。好喂，有吗？哦，你那时候是不是身上一大堆机票啊？那时候，欸，爆炸花，爆炸花，我那时候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一次买那么多张，你知道吗？我说这里有病吧，钱太多，怎么买那么多张？这人疯了吧？啊，不用打哦，永远剩两张啊！不然你下一次好不好？干还不够哎！啊，刷太多了，丢掉，完了还丢不掉啊！这样子，然后。这边不给放欸，这边不给射欸，好且哦，不然我还是出去随便花一下电池好了，但。等一下，我的龙爪，哎，算了，我的龙爪就这样射出去了。我存档存在哪里？哎，不亏不亏，读个档啊，又是一尾活龙，又是利恩啊。直接吃一个啊，这电池是不能吃的吧，这个是佐纳物电池欸，这个不是那个电池欸，这怎么吃？你吃给我看，来，月灵从口袋拿出来，那请问吃在哪里？月灵你吃给我看，月灵妈，你吃给我看，不是佐纳，不是能源呢。这季已经有一半以上没回任务了，你怎么？哎，名字都叫做记得回任务了啊，你在干什么？利恩记得回任务啊，你在干什么？只心动啊，这样啊。唉，啊，就突然被叫去忙了啊？不是啊，一天有24小时呢。人，噔噔噔噔，好了，准备好了吗？打开雀魂麻将，想到要取中3点多，哎，不是有人是压3点整去回任务的吗？
哈哈，是任务刷新啊。存档。哎，几年没打啦，要打吗？打、啊。听说有任务吗？听说任务是不是有那个待机图？待机图，反正。几年没打啦，正在更新，来更新一下。嗯，哦，是，应该不是这张图吧，白痴哦、喔，还是哪一张图啊？然后今天好像看到谁巫医吗？还是谁贴了一张说，哎、欸，直接毕业，直接不用抽了。咖啡的，嗯，哎，还是这张香。人間よ、今日の貢ぎ物は何ぞ？六局不犯冲，犯冲放冲。累计合牌，粒子合牌，不放累计合，粒子合，哎，其实之前打麻都有90到100人看你。你来干嘛？你来干嘛？来啊，不能来，可以啊。不能问吗？我不能问吗？现在是连问的权利都没有吗？欸，没音乐，我去找一下音乐啊。哎，找个 BGM 听听，有没有什么想睡觉 BGM 推荐首选啊？想睡觉 BGM 找一下哦。啊，怎么轮到我了？纯音乐。来这个麻将看不懂，没事，就只是帮他们找朋友啊，找一找之后就结束了。其实麻将不难啦，难只是难在，你好好学的话，你可以发现很多排列组合。啊，麻将其实是一个，为什么说会防老年痴呆，就是因为它排列组合很多很火。
地牌型，对吧、啊？新手一开始累就是累在你牌型规则不懂啊，你就每天花个几小时，差不多这里是一小时的、啊，就是好好背一下、记一下，多看多打，这是多看多打啦，你就会知道说，哦，别人打出来，哦，原来可以这样子组哦，然后你后面就懂了。你只要记得断腰，没有你就把一跟九还有自牌的东西都打掉。当时火鼠教我这样子之后，我相信他所说的话。因为断腰九超级难做的，哎，那时候我想说新手给我做断腰九，就发现说不对耶。我自己连断腰九都做不出来、欸，我凭什么叫人家做断腰九啊？我凭什么叫人家做断腰九？断腰九超难的哎、欸！这是这一次新的还是上一次啊？哎，这一次吗？哎，有猫哎！再换一手好了，这手好像不适合打吗？嗯，请问红牛的广告是知道我累了吗？给你一堆翅膀，他怎么知道我累了？这是之前的角色，这次有出新品哦。哦，之前一样是右眼睛包纱布，对不对？哎，等一下，哦，不是，对不起。我想说，之前我记得坐轮椅的是蓝色头发。是做木马那只，那我是不是没玩了、啊？那时候我没什么印象哎、欸，印象消失了，怎么办？看到零二玩泰拉瑞亚，好想玩哦。哎，这之后更新那个那一次最后更新的没玩到，最好像是哎，那时候不是跟小鱼番茄他们玩完那一次之后，过没有两个月又更新，哦，好气哦！过才玩完没两个月就更新了，而且我本来那时候以为是玩到一半可以更新，因为那时候其实有消息放出来说还要更新了什么的，结果没有、喔，那时候其实玩了一个多月、欸，玩超久的，结果没更新，哎，再开新存档，只能这样啊。可是一个人玩又很无聊。但是现在玩又来不及啊，不是啊，现在玩又太赶，你知道吗？现在玩六月又有那个 Diablo 4，哎，暗黑破坏4啊，六月初。
而且我不太想开自己的存档，想去别人的档案玩，因为在自己的档案玩压力好大啊，感觉就是你要自己整地啊，因为地图是你的嘛，你有强迫症，然后就想要弄到好，但别人地图想说那是他的，啊就不干我的事啊，不要弄乱，不要弄什么就好。应该说我比较喜欢去帮别人弄东西，不喜欢帮自己用东西。有吗？啊，简单来讲就是，就像我画画好了，我画画也是喜欢画别人，不喜欢画自己。你会发现，其实画自己我画得很随便，那反而画别人其实画的还蛮认真的。不喜欢把好东西留给自己啊，总是把好东西留给别人。哇，棉被猫听牌了呢，好扯哦。还没，不要乱讲话，没还没。哦？冷。哦？哦？枕见陈安安，你好啊，你好啊，旅行者。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リーチニャ。又是你了，利恩。哎呀，利恩！哎，免费嘛，你会花太多钱啊？感觉你每次新的角色都会抽啊！我后面真的是看开了，哎，真的没爱的，我就想说算了。来，国士无双，样安安。这个位置调一下，你很克制，有齁，有就好，不要像某个蔬果，我觉得他是最危险的，他总是说别人哎脑波弱冲动购物，哎殊不知哎，好香好香哎，你有听到吗？蔬果自己不好意思，我在，我知道你在啊，我原来没听到啊，不好意思，你有听到吗？蔬果他今天跟我讲说，哎，我推坑成功了什么的，因为小妞因为番茄买了那个光遇的东西给我，然后就推给小妞，结果他就开开心心的说：“哎，我推坑成功了哎。”什么？我就说：“啊，小妞原本就脑波很弱啊。”919男男，哎，可是就好好看哦。对啊，就是好看呐，没办法。是我的话也会觉得好看啊，对不对？对不对？啊，从牌变这样。啊，其实
现在其实都是六诶七八点在练腹肌嘛，然后加上我不是说没有睡很好，我现在真的头蛮晕的啦，所以也都在想说，哎，到底该不该开台嘞？哎，昨天其实就是都是压在很底线吧，我就是昨天健身完是大概7:55、56。啊，那这时间其实差不多就设个待机室什么的，开个台就好了嘛。哎，啊，结果就不行哎，好累哦，要死掉了，我不行了，快死了，快死了之类的。不要啦！次次交给你了，次次弹住，次次。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白板东南，北风。啊，我觉得是混老头哎。不是我老头哎、欸！力、つの、弹矢、ドラに、ドラ。你除了你是不是很会做刺牌啊？啊！自一色。那一下大三元，一下自一色的。你们干嘛逃啊？不逃有病哦！你碰杠的那么大力啊，不跑是小狗吧？肯定汪汪汪的跑吧？你原本是想国，哎，我想说看到你把南风打出来了，想说你怎么了？你已经满出来准备听牌了吗？啊，不然就是在听19牌。哎、欸，这个，你们真狠，普通狠吧？但他最狠，好不好？哎呦，不要这样子啦！中途犹豫那么久，就在考虑要不要听。哦，你说刚刚打出东风那一次吗？哎呦，没啦，疯子哦。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哎，之前玩过原界啊，我本来想说找时间来学一下原界怎么玩，甚至玩过一次，可是看想说，哎，好像真的很好玩，是不是该学一下了？哦、oh. ，
妹妹猫说谢谢。神界啊，对不起，神界啊，每次元神跟神界都搞错，元界是什么？原来是神界。原来是神界啊！这也没了啊，这来玩啊，也很好玩的，我知道很好玩啊。有人不见了。哦，谁养的那么肥啊，我的天哪、啊。哎，感谢次次棉被猫利恩，哎，谢谢谢谢。啊，谁养的那么肥的猫啊？哈、啊，你一定是橘猫吧？你肯定是只肥肥的橘猫吧，棉被猫。好了，没人了，过气了，这主播过气了。神界等于75%打人不会中，25%被打就中。没人了，没人了，啊，鬼转鬼转。看看哦，我是人，你好，人你好，白去 miss， 好，拜拜，二拜拜，哎、欸，好扯哦，是有人还是我没看到人啊？你看，曾经抢烂的房间，没人要抢。哇，原来十点了，对啊，还是我们鬼转再鬼转，再换款游戏，真的、欸、不行，我快睡着了哎、欸。原来才十点。哎、欸，拉牙安安 ，Hello。哎、欸，这个不就是幽离最喜欢的一分钟拉牙吗？睡啊，不行啊，我要等红石，我要跑光遇跑个红石，跑完红石再睡。陈还在别白桌，怎么这么快啊？棒浪却是，怎么还有这个 ID 啊？不是说前阵子改掉了吗？红石在哪里？今天好像是在晋阁，不，那个小王子，小王子的沙滩，今天在那边。想说那个算好烧的，哎，至少撑到烧到啊，再去睡。主要是最近都在玩萨克呢，哦对啊，没办法，一个太鬼转了，平时看的观众承受不起。你就这样子碰了。你就这样子碰了，今天好像不用提醒我，要怕打到忘记。
我看到是鹦鹉恋 VTuber 谁啊？不好意思，是谁？那个放浪哦哦，他是来推广的还是他是本人啊？安安你好，安安你好，鹦鹉恋，来我们去查查看。我都找不到这个人啊！本人，我怎么找不到你啊？你好，你好，你好，怎么有空来看我台？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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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我哪里惹到你了啊啊，马同学，我哪边惹到你了？干嘛？刚好发呆弄出来，刚好进来，刚好确认哦。谢谢你的参与，谢谢谢谢谢谢。已经过期到没人要玩了，没有啦，感谢你啊啊！你在弄什么素材？我刚想说，哎、欸，怎么找不到？是不是有点没礼貌？结果本人进来了啊，好没礼貌哦！天哪，不是啊，我们在看台，不是啊，现在不能嘴了，是不是？直播图之类的，哦，你要双开哦，你是要双开是不是？我说单开不用弄封面，哎，舒服，可以嘴啊，那就好。不能问哦。夜空安安啊，好丑，在干嘛？好丑，在干嘛？哎，红灯了，哎，轻松玩啊，不要太有压力啊，好不好？这个主播平时就在乱打，最喜欢打错牌气观众了。最喜欢乱打牌气观众了。你的三色同克啊，不是啊，你就不要碰嘛，你就不要弄嘛。你是缺哪一个啊？酒桶在谁那？我打出来了吗？那你不能怪我咯。哎，没办法，谁叫你杠了我的九条啊？谁叫你杠了我的九条？不行，我最近声音好像怪怪的。最近真的要找时间去看医生呢、欸。我觉得鼻子里面堵住的那个东西，然后卡痰的，真的让我声音变好多。哎、欸，是我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看看人家平时是开什么的，哎、欸，我好像去看过你的台、欸，哎，好像有被揪到你的台过、欸，哎，
麻将一般，哎、欸，怎么是我？假日活动，好啦，我帮你追随一下，帮你追随一下，好像有被揪过去，然后就没然后了。这世界如果没如果。每句话后面加个喵好了。哎、欸，去你的！哎、欸，我最近看你都起来了、欸，哎，你很棒、欸，哎，你超棒的、欸，哎，啊，贝贝，贝贝，你超棒。昨天看你有到，你怎么可以骂我去你的喵？不行吗？现在连言论自由都不行了吗？喵，我喵了喵。回我还是有偷偷在看你台好吗？喵，变态，喵。那你要说个话吧，不然我不知道耶。喵，没有，这个人做事就喜欢偷偷摸摸，好吧？喵，这个人做事从来不留痕迹啊，喵。哎、欸，咱们英雄做事不留痕迹的啊，喵。你要想哦，搞不好我有讲话，只是你略过我了啊，跟我一样，喵啊，去。突然觉得换的好值得，改天来加个喵。我欠你啊，喵！我欠你啊，我怕你啊，喵！是你真的没有出现，我有出现，我没打字而已，喵。我只是没有打字啊，喵。啊！听这两张好好小鸡鸡哦！天哪！喵。那你不打字我就不知道哦。对啊，我就是没有打字啊，喵。不是我平时看台，我就是没有。我知道打字可以让主播看到你这个人嘛，然后也知道你有出现啊什么的，我知道。但是我还是。都是偷偷看，偷偷来啊！啊，喵。言辞鱼尾太有趣了。言辞鱼尾是什么？喵。没有，单纯是他们在搞我啊，喵。现世报我的东啦，什么你的东？哇哦，喵啊！你该不会要国吧，喵？你该不会是要国士无双吧？喵！哎、欸，送你啦，送你啦，送你啦！是啦，喵！啊，没事啦，喵。啊，平时也叫我学猫叫啊，啊喵！你那个喵都会顿一下哦？你是说像这样子讲完话之后，喵这样子吗？哈哈，这就是这个人的脑袋，刚刚在想别件事情，突然啊，对，喵，对，要喵。对对对，很有趣，没办法啊，想事情不是我。我开台前有健身，我最近在开台前健身，然后所以我现在其实蛮累蛮喘的。
没的喘是现在还没有喘啊，是现在蛮累的，然后所以会蛮呛的啊。会没有要叫我兔子，没有是讲话会延迟的兔猫啊。直接健身台如何？可是你们听不到声音，看不到啊，因为电脑桌这个空间不够大、啊，而且就算用健身环。那个有一个干爹有来过我家看过，我家的我的电脑桌环境真的完全不能玩健身环。杯面安安，喵，哇，不要笑，不要笑。你去买，不行不行不行，因为我有问过那个教练那些人，他们说喵。他们说喵，他们说就是不能露营啊，不能怎样的这样子。哎、欸，一起放枪，我们一起来放枪，喵。我表示现在已经十点了，刚刚我们说是10:47，还是你要通话？你要通话吗，喵？你要通话吧，喵喵灵儿，你要吗？喵灵儿要通话吗？喵，47吗？对，还是我进去你的泰拉瑞亚世界帮你挖矿？喵，哎还是你在等我，再等我两场可以吗？之后时间就给你了，好不好？看他们好像很想打吗？我记错了，没事啦，没事啦。你愿意原谅我吗？我刚刚无视你啊，喵。跟你讲，再一分钟我就不用喵了啊，喵。嚣张，再一分钟，喵。我以为我错过时间了，没啦。那个时间到，我会亲自去找你啊，我会亲自拨通话给你，喵。哎，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那你慢慢打啊，你会不会无聊？你会无聊的话跟我说，哎，喵。对，现在是自尾的吧？尾句部分，没错，没错，没错。哎，我跟你讲，为什么会打错？我刚刚在打指令。没关系，我们等一下摸回来啊，好不好啊？等一下摸回来就好了。哎，气死了！我在打指令啦。我刚打说啊，帮忙他一下，快1000追随了，帮忙他一下啊。结果嘞？啊，手顺顺的滑回来啊，三条就这样打出去了啊！刚刚爆音，很抱歉啊，抱歉抱歉，只是太气人了。啊，对，这边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一个画画好看，声音好听，皮也好看，除了可爱，没有什么优点的啊，没有什么缺点的啊，女主播啊，啊，跑图又厉害啊，哎，吼了太大声了，我喉咙好痛哦。我的三条，讲错了啦。哦，没有优点，哎，没有优点就要去那个啊，对不对？要去药局买。
哇，我刚刚是要讲除了优点没什么缺点的啦。好啦，不然两分钟后我推另外一个频道好不好？我们推另外一个频道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嗯。马来西亚人听不懂哦，点酒应该是点酒吧？你指令打在哪里？我打出来了啊，我指令打出来了啊，你没看到吗？就是那位喵灵儿啊，就是你有看到 D 兔窝 DC 嘛？那个玩光遇的那个新的。我怎么吃嘴嘴？嗨，高高，晚上好，六六安安，怎么吃嘴嘴？哦，你是说粽子吗？因为我不知道放哪边啊，放头上好像又有点，放头上又有点，放太久了啊，该放嘴巴开始吃了，已经养肥了，可以吃了。想说他拿来当奶嘴好像也不像，哎，还蛮像的，对不对？很像奶嘴吧，对不对？我也觉得很可爱，所以就拿来用了。开眼 DC 就是新加入的那个啊，新加入的萌新，其实他以前有玩过啦，只是靠药。他以前玩过，只是，哎呀，哭啊！只是他后面没有人跟他玩了，他就没玩了。是鱼子的扳手哎、欸，鱼仔的扳手哪一位？哪一位啊？刀上文吗？哎、欸，对耶。嗨，好久不见！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嗨，好久不见！我想说你好眼熟，一直忘记啊，太久没出现了啦。感谢马同学、刀上文，还有这位 V。嗯，我看一下哦、喔，鹦鹉链啊，感谢鹦鹉链。待会打麻加油啊，有看到你的标题了。谢指教，没事没事，让你见笑了，让你见笑了。哎，私下的我也差不多就是现在的啦，现在的样子啦。啊，很强了。哎，您别说谎了。哎，这个老人可以接受事实的啊，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的小心脏还是承受得起的，对吧？晚点可以去他的台好吗？他，我看他游戏分类只玩两款游戏啊，一个是雀魂，然后另外一个是麻雀一番街，两个都是麻将啊。如果喜欢打麻的可以啊追随一下。哦，我以为我断掉了，白痴哦，吓死我！我以为我断掉了啊，吓到我，吓一跳跳了。打麻将的孩子都是好孩子，对啊。会说早安啊早安啊的女孩子也都是乖孩子，只是好久没有听到她的声音了。她上次来了之后，我本来想要给那个，因为那时候在玩那个啥。那时候在玩那个邪教羊，然后想说给，因为那时候在调人进来，然后想要给他进来的位置，问他在不在，他不见了。可是你不会打麻将可以学啊，你不会喜欢我可以学啊，我可以教你啊，这样子啊。麻将其实你好好学，你大概你马上会学得会啦，只是这个东西就是要靠经验来磨出来的。你不会喜欢我，
但可以学，没有，应该是说你不会喜欢我，我可以教你啊，这个意思啊。没有，这个是之前观众要我撩他们，然后学起来的话啊，欸，你会喜欢我吗？不会耶，啊，不会，我可以教你啊。啊，这个不要乱学啊，这个。但是我喜欢你啊。哇，你已经喜欢了，哇，那不用学了，哎，天啊。哎，然后麻将是一个会碰到很多像这种情况下嘛，对不对？一直不断摸到你打出去的牌啊，这个也是日常啦，所以要习以为常啊，也不要觉得说全世界在针对你，不是，是每个人都有被针对过。他已经让人血压增高到了，对啊，他其实有在学，我那时候有叫他，我那时候有叫他记牌谱什么的、啊，我如果说要考他，结果他真的很认真在学，我那时候觉得很欣慰说，哇，这孩子好认真哦。我觉得鱼仔真的很努力耶，哎，如果他有在看台的话啦，如果他还记得曾经的偶像繁星的话，还记得偶尔出出声啊，看看台啊，跟繁星打招呼的话，他还记得我的话。理解。对啊，他很努力啊，啊，只是有些人。在聊天室教他怎么答，就教得不耐烦。你看这样是不是反效果？所以我觉得很多人是很不会教啦。哎，哎，你们不觉得这个法夹很奇妙吗？你看哦，七筒应该是红色在下面，黑色在上面，而且它这边还少一个点。我每次看到这个桌布，我都很。很血压升高，你知道吗？我刚好问他有没有吐过 DC， 他回我没有。我那时候哦，他没有想要加，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一个额外的群组，我那时候本来想要拉他进来的，可是我怕他社恐还是紧张什么的。但有些人喜欢把系统翻过来看，也是很有趣。让他自由发挥，没错，就慢慢学啊。有时候真的不要在旁边揠苗助长啊。好游戏会被老玩家搞到玩不下去、欸，对不对？像我之前玩那个萨尔达一样，啊，直接叫一个新手啊，新手玩麦块的，直接去打中介龙，什么意思？リーチ一発。リーチドラドラ。亮了，我应该按下去的。龙主播，请去隔壁打加加加。龙主播，有人提醒你打加加加。龙主播，哎、欸，是我，我在隔壁打加加加加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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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我在隔壁打加加加啦。前锋安安，偶尔的来了，哎，偶尔。那你要偶尔的走了吗？点风拜拜。想说有的话兔窝群教他，要看他愿不愿意啦。有时候我跟你讲哦，有些主播真的是不好意思拒绝粉丝的一些要求或是一些温柔，好吧，就是有时候
大家如果说没关系啊，或是不用麻烦了之类的，会不会不好意思啊？会不会麻烦到你们这种话？那其实就是很婉转的拒绝了，不要再强迫下去了，好不好？这对社恐来说又不会交谈啊的人都说，就比如说，好，今天我找谁？找好，好，嗯，谁谁谁，嗯，啊，随便啦、啊，反正一个，我就说，哎、欸，要不要我教你玩日麻、啊？那其实他不是很想要，但又不知道怎么拒绝，他就说，没关系啦，我自己来，我自己再学学就好了，或是说。啊，会不会烦那个打扰到你，会不会耽误到你时间啊啊，这种，哎，这种就不要勉强人家了，好不好？这个有自知之明一点啊，对吧、啊？就是不要强迫啦，也不是要强迫，就不要勉强人家啦，因为。因为有些真的是。真的是会不好意思拒绝，就是粉丝的好意，啊，又是怕说如果拒绝掉的话，你们会不会受伤？会不会不看台了？会不会不订阅我了？这样子，繁星是不是渣男啊？可能是吧，也太懂女人心了吧？这跟你懂女人心不体谅吧？这不是懂女人心了吧？我只是换位思考，懂吗？就是你要站在另外一个人的角度想，就是当你今天遇到这个问题的话，但也不能这样讲，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啊跟成长背景不一样，所以也会有那种就是，没关系啊，你教我好啊，你教我最开心的这样子啊，但是遇到这种就没办法了。什么叫渣语？直播真的一堆小老师，我真的很喜欢自己来。对啊，所以就觉得为什么有些人不敢开直播打日麻，或是不敢开直播玩一些剧情游戏、动作游戏，可是他又身为实况主，又不得不开，对不对？像其实我说真的啦，像玩萨尔达，我更开心的是私下自己玩。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可以问聊天室没错，但是我自己去爬文啊，不是更快吗？对不对？今天爬文，我可以爬说自己知道的东西，又不用怕被剧透还什么的。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真的是很难拒绝，不过我内心很感谢。对啊，就是真的很谢谢他的好心好意，但是真的就是还是有自知之明啊。哈哈，再见了，对不起。啊，对我好亮哦，吉宝牌六。对不起啦，对不起啦，我不是故意的。感谢，谢谢你，谢谢你进来，为了我进来，谢谢你、啊、哎，谢谢了。想说我走直接退出游戏房，要算时间哦。可以啦，可以再一场啦，还可以再一场啦。欸，我没，为什么是绿色的？我怎么是绿？我怎么绿绿的？哎呀，高高，如果你想学麻将的话，真的可以教你了。我可以用。欸，我当时还是新手，应该比较好理解的方式教人啊。怎么我还凶？拜托，那是因为我们跑掉了好吗？你直击下去，那个质疑色，你觉得我谁比较凶？你是48000吧？不是24000的吧？
应该没人了吧？来吧，等一下，重来，艾伦。我希望我可以抽到桌布，就不用再开这款游戏了。是不是观众卡住了？应该不是吧？新手一律断腰没有？新手我建议被教过一次，说新手建议国士无双，我从此开始都是建议国士无双了。这么衰的吗？这么衰的吗？剩一次，好了，垃圾游戏，明天要再玩了。好啦，那个上诉好不好？刚刚没赢过的好不好？进来，没赢过的哦、喔，有赢过的那个利恩啊，利恩就不用进来了啊啊，马同学，哎，马同学有吗？我的图在左上角，你的什么图？嗯？哎、欸，呆鱼，好久不见！哎、欸，居然是没打过的进来，好乖哦。哦，你是飞走了？那个火种翻牌，哦哦哦哦哦！我看到兔窝有一个是在中间的位置，哎、欸、它火种翻牌是四格格子，对不对？要四格，对不对？哎、欸，你进来干嘛？你刚没第一吗？哎、欸，不好意思，那个质疑色的，质疑色的可以走开吗？那个质疑色的，质疑色的，啊，有没有听到质疑色？质疑色啊，不然就大三元的那位，有没有听到质疑色大三元的那位？不要再进来了，把人赶走、欸，哎啊，好爽哦、喔，难怪没人要看我台。难怪没人看你台啊，都被赶走了，看屁呀、啊！啊，好啦，给你啦。二三，哎、欸，好像不错哎、欸，等一下我再看一下啊，这个打掉，金牌，双粒子，哎，我的双粒子呢？乱讲，我都看。好啊，哎、欸，好啦，如果你真的要学的话，我可以教你啊。因为首先我还是会建议你前几次玩先把一些东西记下来，就是它有，你想象这就是桌游，那它有一个排列组合，我们称所谓排谱。跳过这个，查看异种这个东西。希望你把它记下来，这个很重要啦，因为你全部记下来后，它可以有很多种排列组合。你可以把，比如说你可能这一场只会有一分嘛，对不对？就一千块，那你可以把一加一加一加一，可能你都是一分的东西，你可以加到六次。你看我刚刚那几个牌，就是算一算，换是三万六这样子。二三四六七。别说了，直接上场打了他的。哎，还是要先教吧，规则要先看吧，啊，不然他不知道怎么打啊，怎么合不了，对不对？初来乍到，请多指教。谁出教啊？金福安安。还是你要打实体的，打实体的我就会可以在旁边手把手的教了。不过我们要先找到另外三个人，我只能在旁边教你。理解。你不要给我只有东风而已哦。东啊，打不东。麻将的确是不直接打就可能
对啊。又不是像台马，台马真的是欧贝趴呢。老子就是这样打来的。你不能以我刚刚是不是讲了，不能以每个人的能力跟力量去做衡量啊。很小啦，啊，我知道很小，我刚刚是说你不要给我啊，你不要给我牌这么好啊，给我那么小的牌，每个人不一样，没错。啊，不是更小？你看，就这两个，你看一加一等于二，怎么东风一番？你还是？你敞风自封，哥哥，你看我一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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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不对？这样就五了，有没有很好玩？看不懂，你跟一个看不懂的说很好玩，好不好玩呐、啊？哇哦！好玩游戏天天玩，我当时真的天天开啊，所以我觉得当时观众维持在100左右，哎，80到100左右。可是之后就是改玩 Switch 游戏了嘛，玩那个什么，哎，宝可梦除外啊，因为宝可梦是大众向的，就算看不懂宝可梦的也照啊，啊打就对了啊。之后改玩那个玩其他游戏就比较少人看了，因为我的观众群还没有到都吃 Switch 类的。真的 好胜？对啊，就 好胜啊。我会想要学日马，因为我当时其实很排斥日马，也排斥台马啦，因为。对啊，因为我本身会打，但是没有打到很强啊，我怕是怕说被观众指指点点的教我压力会很大。啊，后面是想说好啦，看他们每天都在 DC 里面打日嘛，然后就毛起来开始学怎么打。那前面一个礼拜学得很辛苦嘛，但后面开始好了，然后他们也发现我进步很多之后，就说哇，繁星长大了，会打牌了。对啊，所以我也是成长过来的。哎，这段路确实比较辛苦啦。有人在唱歌是不是？唱完了。我唱完了。唱完了。我是不是太慢点开了？我拉回去听吗？啊，可恶，这次次是没提醒我。拉回去听，我听不到，我不是扳手，我没有管理权限什么的，我听不到。他唱什么歌啊？我今天本来想说，还是我们回去阿尔宙斯逛逛，格斗宝贝。可以不要蹭我。哦，可以不要蹭我不在唱格斗宝贝吗？哎呀，这都打错，这都打错。你想死哦？不是，还没47分啊！待遇。
哎、欸，幽灵哦，不是应该要看隔壁台吗？你刚刚不在隔壁台抽奖吗？啊，感谢大鱼，感谢背面，感谢芝芝。还有人没打吗？还有人没打的吗？你口了多少人？今天才两个，今天才两个，以往都是被口的好吗？呆鱼讲话，呆鱼，你喉咙好点没？呆鱼，乙夜月，请问乙夜月，你这只角色抽多少？好点，有好就好，有好点就好。哎呀呀呀，繁星晚安，谢谢帮忙，女儿宝贝，哦，宝贝女儿，女儿宝贝，宝贝女儿说话。谢谢帮忙哦，你是说幽灵吗？没事啦，拜托。你知道我什么不会？就这张嘴最坏了。当时用这张嘴，哎，你一定要去听很早很早以前我跟幽灵那时候在玩游戏的片段，就是我之前很早以前我跟他玩那个《魔物猎人》。然后也有玩一个东西叫做小蒂娜的奇妙冒险吧，还是什么的啊，因为后面很多事情之后就是没有一起玩了，那也是他忙啦。然后你看他现在可能也是刚下班很累还是什么的啊。棒棒糖安安一定去看啊，你要叫他说，不知道哎、欸，还在不在啊？因为那时候，哇，我跟你讲，他那时候从一个新手玩弓箭，我看他玩的真的是蛮强的。所以在繁星这，学到撩人技术是对优无效的，所以在这。这什么叫这么？在这里学到撩人技术吗？肯定是撩不动优主播的啦，因为早就不知道撩过几次了。也不是说要撩过几次，是那时候是你们逼我撩他的好吗？我要澄清，是你们逼我撩他的，他们撩一句试试看。所以说那个红石呢？还有十，还有七分钟，你不用急。这七分钟够十一个人的吧？就算死不了，我也可以边飞啊，边打嘛啊！你们烧，你们烧，没事啦，又不是要整点去，对不对？不要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啊，就只是我怕隔壁在等我啊，那个会迟到。那撩其他女生呢？哎，比如说谁？来，还是棒棒糖？你要听刚刚我们讲这句话？棒棒糖妈妈，你要不要听刚刚我们讲的那句话？就比如说。来棒棒糖，我问你哦，今天破音，今天如果啊，我是一个男生，好不好？不是你儿子还是什么的啊？就是今天我问你啊，你会喜欢我吗？你会怎么回？哇，直接破音笑死了嘛！告白现场还破音，对不对？我今天问你说，棒棒糖，你会喜欢我吗？啊，那你会怎么回？假设我今天是男生，对，虽然平时就是男生啊，但今天假设我是一个男生，在想什么？有什么陷阱吗？没有，没有，没有。就单纯是撩人的，你正常回，你就正常回，没有陷阱啦。今天就只是一个男生，那问你说你会喜欢他吗？你会怎么回？就这样子而已，就这么简单，好不好？
那我其实后面也开始都不撩人啦，因为被人家说很渣，都在撩撩主播、撩观众什么的。你要你你在说什么？是想屁话？我在说屁话啦！喜欢啊，超级喜欢，怎么了？那我们就在一起吧。不是你，我跟你讲，正常的女生应该会说，不喜欢啊，怎么了？然后我就会说，不喜欢，那我可以教你啊。啊，撩不动，撩不动。像这个女，这个直接喜欢上的女生就撩不动啦，对不对？今天只要一个呼吸、打喷嚏，啊，只要咳嗽什么的，啊，女生都很喜欢的话，这要怎么撩，对不对？这撩不动啊，这就直接抱过来就好了，怎么需要撩？对吧？就是，哦，你不喜欢我啊，我可以教你啊，这样子就好了。好烂哦！哎，是42分。哎、欸，我知道，我知道。但还不错，还有别的啦。但是我觉得我真的不想要走，就是撩撩人这个路线的啦，因为真的很不想要被冠上那种很渣的。等一下，称号你知道吗？我会吃，其实还有很多啦。我想一下还有什么。哎、欸，结束了！等一下，怎么那么突然？干嘛？谢谢你们，你们时间抓得好紧哦，好准哦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月月啊，谢谢麻将超级新手，一点都不新手嘛。谢谢你，谢谢你，也谢谢星爆荔枝展啊！谢谢，谢谢，谢谢，让我们可以在啊准时的时间去烧红石。谢谢，谢谢，谢谢这三位，谢谢，谢谢。啊，短短的一个小时啊，喉咙痛爆。你被三江说是渣男啊，你就乱滴呀、啊，有什么办法、啊？又不像我，没被说渣，就是因为我第一台从不留言。怎么聊着聊着就结束了？对啊，我还担心说啊，你看43分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是不是该隔壁了，该等我了？好了，我们等一下换个光遇啊，因为我要跟他介绍一下那个我们这个特殊事件，因为他今天问我说，所以那个红色星星蜡烛要怎么拿？然后我想说，怎么叫星星蜡烛？我说你说红色的蜡烛吗？他说对对对，那个红色蜡烛。我刚想说，哦，这个不用担心，这个晚一点，等一下教你。我去问他哦。喂，哎、欸，啊，哎、欸，奇怪，你怎么会听得到？我耳机没关。怎么了？你好，可以上线了。哦、对，待会会带着一群兔窝大军去烧红石。啊？艾拉好玩吗？好玩啊！啊？怎么看你挖矿挖着一直在房间里面唱歌？不是他们太熟，你在那边。所以你不是唱格斗宝贝，然后他们骗我说你在唱格斗宝贝啊？哦，我唱啊，对啊，格斗宝贝啊，只唱一首呀。啊，我怎么刚好点进去的时候刚好结束了？啊，那不能怪我，他们太好跟你说。他们根本没来跟我讲啊，是我刚好切到你的聊天室，反而说，哎、欸，荧光棒、欸，哎，听一下好了。啊，怎么结束了？没事，我之后会录那个翻唱。格斗宝贝啊？对啊。大家可以一直听了，就不用再一直叫我唱。不是，这又怎样？就是因为好听才会叫你唱，你知道吗？就像那些艺人他们唱的歌，他们反而讨厌自己唱的歌，为什么？因为跟朋友去 KTV 什么都叫他们唱自己唱的歌，懂吗？唱到腻了，唱到烂了。就像唱那个余文文唱体面嘛，他也说。我这辈子最讨厌唱的就是体面了。你还没上线，不要吵。我在扔了，你不要吵。
你先我还是主播再唱一次，那得，那得，我可以录制翻唱给你，真的。你要我到时候画图。翻唱就跟那个不一样了啊！你现场直播、现场唱，才跟观众有互动的感觉。还是花钱去唱自己的歌？没有，我其实之前有录过，我之前其实有做音乐。对啊，还花钱唱自己的歌的，很白痴。哎、欸，真的，还不如自己去做音乐。你自己去那个花钱去唱自己歌，很花钱。你无法进入你朋友的世界，你要不要来我这？你那边有很多人啊。对啊，没错啊。那我没办法过去啊，你那边没有我的位置啊。为什么啊？我说一个房间满是八个啊。哼，你们等我看一下，我这边几个？一，我过不去就是八个啦。过来啊，不然就是你自己去烧啊。啊，我过去了，过去了，过去。就是有人说五百的啊，五百的演唱会是花钱去唱歌给五百听的一样。对，前奏刚下，大家就在唱歌给五百听，五百根本不用唱歌。我跟你讲，就是。欸，网络上有很多做音乐的那个，就是你自己可以挑那个音乐什么之类的。我这也就是有花钱买那个音乐程式，直接自己做音乐，根本就不用再来。这是今天的花钱做歌。那你有给他们看画面吗？我都会给他们看画面啊。他们看得到你，好不好？你现在还是个呆呆的样子，之后就不是了。哎、欸，几？不是你。哎、欸，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蜡烛？你在那边嘴我，欸、我的天哪、啊！我没有。我还问他说：“你确定后面会玩齁？”我没有。因为确定会玩的话，我就在你身上掏出很贵的蜡烛了哦、喔。他今天才问我说：“贵的蜡烛是什么？”啊，现在带你去，好不好？哎、欸，利恩，番茄，番茄，你到了吗？我走了，你进去。什么？番茄啊？还是啊？等一下，你到了，好好好。哎、欸，那我们回家，我们传，等一下传我。我们有人到现场了，好不好？重来。因为这个东西越多人烧越快啦，怕有些人摆烂不烧，像我。你回家哦、喔，回家，然后等一下传我。哎、啊，然后等一下看到一个很恐怖的画面，没错，番茄分裂成三个了。一二三四五，哎，你可以传了，一二三四五，五个了，六个了，哎、欸，好满了、欸，哎，是吗？二四六七，差一个，你可以过来吗？我跑很慢。哦，啊！你的好友在某个你尚未造访的地方啊！你，好，等一下、喔，我看他怎么过去哦、喔。尚未造访，好，我带你。番茄，不好意思喽，番茄，可能等一下你们要重烧喽，哈哈哈。来，我带你去一个蛮好看的。哎、欸，不对啊，哦，对，我没带你过去过，有路过啦，没进去过。哦，那真感谢你哦。哎、欸，你等一下就看你那边有没有印象，你去过好不好？还记得我们昨天把一对情侣赶走吗？你说玫瑰花园吗？对啊。哎、欸，利恩啊，不然利恩走，你怎么把它变小了？利恩把你变小了。你跟他解锁，他要送你东西。没有东西，没有显示爱心。没有，不是爱心，是显示有没有接受东西。在哪里看到？利恩啊，在这里，不是看星盘。这个老头，这个人。你回头，对，你看这个人。哦。对。看到了。啊，他整天说他乞丐啊！啊，你是不是送不了？啊，那没事，卡 bug 了，卡 bug 了，常常这样子，就是送不了啦。来，走吧。你是谁？一夜月，你也有印象啦，有在你聊天室出现过。一夜月，
他应该是送你，然后你解锁你好友，你可以这个啦，这个一夜约。成为朋友。好了。好了。哎、欸，你怎么不能跟人家走了？他签我的。你他签我的。没有，他送你东西。这个披风啊，你不是那时候想要这个披风？等一下，这是干嘛？啊，你断手？不是，哎呦！干，你不要强迫我换头发，白目。我玩好，现在是闪击卡，好漂亮啊！这个就是我那时候跟你讲的，对，这就是樱花，樱花，樱花斗跟樱花头啊！我不是跟你讲说我最喜欢的两个发型吗？一个就是这个发型啊。那这个是魔法啦，魔法可以让牵手的人或背背的人也一起享有。啦啦啦！花钱，我还没到。你们烧那么快哦、喔？为什么番茄的旁边有那么多三格图案很丑？脸啊，你要知道，在跑图的时候，那个脸会一直看着你。真的假的？对啊，现在有三张脸，因为你可以晚点去看一下 DC 群，我有拍一下三个番茄的样子。它、啊、叫做我是番茄，我也是番茄，我还是番茄。等一下你要用成那个脸，我觉得很好笑啊。那时候就是那时候不在捡贝壳，然后番茄就那张脸从那个深渊爬上来。那个脸太有冲击了，我就是没有想要换掉。我们还没到啊！就这里啦，这边还没带你进来过，因为这边没事不会来，这边除了就是烧红石才会来。好了，那这边开始嘛，你看这红红的。对不对？然后呢？那我跟你讲哦，这个活动的，应该说这个事件，这个红色石头会吸走你能量。你看我被撞掉了，有没有？然后你一直撞的话，哎，我快死了！等一下，我快死了，白痴！哎，救我！救我！哎，好，就是尽量远离这个啦。就是你吼一下，或是等一下，这个可以快速回能量，你相信我，快点。好了，我总觉得我被骗的感觉。真的啦，你只要有抱抱、击掌，类似那种互动的东西，可以马上把火给弄起来，身上的能量弄起来。那现在就是开始烧这个，然后这边偶尔会出一个红色的螃蟹。对，这个是谁？哪一个？这个爱心乐。一夜月啊，一夜月。哦，好，我改一下名。怎么改名？我要怎么改他？不然每个人都叫那个嘛，喵灵儿。你点开它之后，最右下角有个那个像笔，改名字的笔。右下角哦。对。那是夜，黑夜的夜哦。对，夜晚的夜，月亮的月。啊、月哦。嗯。月。然后这个模式，就我讲的会有螃蟹。那每个人看的螃蟹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你可能会看到它被空气撞，哎、啊，有时候你看到明螃蟹撞它没事，这样子，是以玩家看的画面为主。夜，所以怎么进化？哎、欸，样样好久不见，什么东西？所以要怎么进化？就是拿蜡烛去烧那些花，背的花或是地上的花，在哪？地上的花。对吧、啊？这不是这灯笼。OK， 这是灯笼。对。这个。对，就是你看有没有在有哎、欸，好烧完了。然后这时候坐下，坐这边，坐这个。坐这边。然后这才是啊、这才是一种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要捡东西。东西不一定会是什么，像现在这个就是我们要捡水母，
通常对你就看到蓝色的星星就去摸它，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收集，累积到一定之后就会完成了进度条啦，就跟昨天陪你解那个面具一样。好难摸啊，摸不到。没事啊，你就等我们吗？啊。你知道以前当时候突窝十几人在玩的时候，我们就分两团在捡那个，然后他们是有些人在各种故意被撞还是什么的，被撞到掉翅膀还是什么的。好了，然后这边会往前走的会就是那个捡最多的人。往前走。对，你看现在是番茄捡最多。还是哪一个？就黑色那只猫啊！啊，你不知道你们加好友哎、欸？你看头上都有兔子，这是我们兔窝的象征。OK。虽然有些人给我偷偷换掉了，来，然后你来摸这个，来摸这个，因为你是新手还是什么？这个一定要进去摸。哦，你们先在那边加好友好了，我们等一下进去玩。我不知道光晕是算哪个分裂、啊，还是没有光这个？有有有 ，S K， 你打 S K Y， 它 S K I S K Y 会有两个、嗯，一个是很像哎、欸，那叫什么养成游戏，有没有 S K Y？ 然后一个，然后对话符号，然后 C H I L D 那个，按爱心。样样，好久不见，最近死去哪了？哎、欸，你是分享我画面哦、喔，姐姐是这样子的吗？啊、哦，好，可以、啊、可以可以，好，可以可以。不然我没有画面了。好啦，都好了吗？爸，大家看、嗯、看泰拉我玩光遇，也是很奇怪啊。帮帮泰拉了，辛苦了。来，那个，来这边。哦、对，因为你拿到红色蜡烛了，就是这个，你等一下拿去跟那个妇科先组换。来，这个是什么？坐下去。坐下去。嗯，因为坐下去啊。哎、欸，你没办法，你对它有个东西可以点，这个水晶有没有？有裂掉的黄色的东西，你看看可不可以点？可以啊。那你就点下去啊。看这段记忆啊。哦，对啊，就这样子啊。嗯，镜子安安，感谢镜子揪特啊！哎、欸，我要打错 ID 喽，各位注意一点哦、喔，打错字的人要打错 ID 喽。然后因为那张地图都会有一个惊人，然后总共有几个？五个还四个？忘记了。因为看到头上会有亮亮的东西，浪费蜡烛点爱心啊、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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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不用，这个先不用，这个等后面这个有活动，欸、等复刻过了之后再带你回来点就好了，好吧？那、啊、这个又是谁？是他叫马同学，马就是、哦、就是那个马，刚追我的那个，他追你，那、啊、你接受了吗？啊？啊、是谁的？ 你把肉粽看着哪一嘴啊？我故意的啊，是不是很像哪一嘴？啊，隔壁主播画的。好，来那个，还是我再帮你画一个哪一嘴？不用啦，耽误你时间。那就很简单。哎、欸，我看不见你，等一下要跟我讲在哪边？来，举白蜡。白蜡，对，白蜡，好，冲啊！哎、欸，在哪要跟我讲？哎，我看不见，小金人看不见。哦，有吗？你抬头跟我讲一下在哪？往下，下面，过头了，过头了，在下面，有个很大很大的大水母。不是我下不去，你相信我下不去，对吧？对，这里哦、喔，点到了，我要点到。好了，回家吧。啊，这就是进来这边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如果有投胎的话，
还是要回来这边啊。如果没投胎就不用回来，就跟我一样看不到。好了，可以回家了。还是你想投胎？我带你投胎，然后我们重新捡金人。不要，不要吵，不要。改个标题。目前乱玩。来，请问主播，你要光遇还是要泰拉？啊，我泰拉关掉了耶。好，那只好光遇咯。嗯，真是拿你没办法呢。真是拿你没办法呢。啊，你开始解锁了吗？嗯。对，那我跟你解释一下，就是你还要再往上解。你走，我已经捡到最后一个了。哎、欸，对，啊，你现在几个白蜡还差多少？我现在只有38个。38，那再2天就可以了，没事没事，再2天就可以换到斗篷了。还是真的要氪金？嗯，到时候再说吧。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头发的话啦，因为我跟你讲，这个发型真的是很多人想要在等的。爸爸，利恩，人家说还是要氪金，有没有听到？利恩，还是要氪金，氪白蜡。不太想氪。没事啦。刚玩第3天就要氪了吗？因为氪金才会让你继续玩下去啊。别想要。哎，我知道啦，就是。没有啊，你就不然就是等下次啊，只要这游戏没到就可以等到复刻啊，好不好？不然你发型是不知道要等多久。我不要，不然发型你可以换其他的啊，对不对？你可以换双马尾啊，双麻花啊，啾啾啊，那时候不跟你讲大啾啾小啾啾或双麻花或马尾啊。不知道，来，到时候再说啦。还有几天？剩3天，根本不剩下几天。嗯，你想跑图吗？不然跑完了啦，剩下解仙族什么的。好烦欸，一直在乱戴发型，气死你。Switch 要怎么点左下角？哎，领到东西，哭了。啊，弄不掉。你在干嘛？喝水哦。我怎么取消掉？按不掉啊！这发型按不掉。你衣柜要不要点一点？我不要啊，我就是不要啊。感谢莱姆一样的追随。还是我们去投胎，你这样就有更多红蜡可以捡东西了。那衣柜好讨厌，哎，跟你讲，月雪也是这么说。要吗？你要不要？我们去投胎，好不好？好不好了，投胎了。投胎感觉好麻烦。不会，投胎一下就好了。嗯。麻烦是一定会啦，就是你要把你身上的翅膀送给死掉的仙主，不是死，是死掉的那个光子。你看不到我，要不要？你看不到我。这边可以有投胎团哦。
这群人可以投胎哦。看不到我。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可以点七个吗？我们成本就在繁星头上。你绝对是要在我头上啊，但是你背上不会有人，因为你要跟其他人解背背才行。那全部人在你头下？不不不不不，我们觉得需要彼此需要彼此有解背背才行，是吗？对啊，不能跟他解就好了吗？就比如说我跟你解嘛，那我再跟另外一个解，我们三个就可以背起来了。那第三个要跟第四个解，这样背起来。感谢音乐月周水，感谢周水。哎，我看一千追了，我差十根。有没有听到？还有人没追吗？他快一千了，快让他开心一下。快十根了，所以我的礼物嘞？啊？我要背背啊！我要打喷嚏，等一下。啊，好了。啊，贝贝，你都这样了，疯了、哦！感谢这碗冬粉不是我的，真水，感谢真水。还是我去找团，找什么团？不用啦，不用啦，你这样子怕麻烦到人家啦。哎，有谁要投胎？欸，番茄，番茄，番茄，你把你的三只开过来，我们背高一点给他看啊。你把你三只开过来，我们来背高一点让他看，让他享受一下。现在吗？对啊，冬粉要投胎，好啦，就带你投胎啦，然后顺便捡金人，你可以跟你到门口，可以啊。这是谁？是冬粉。等一下，人太多。等一下哦，你也可以投胎，对不对？高高，这游戏是可以背背的哦，有没有很棒？你刚献祭完，满了哎。好，那我过去了。哎，你等一下传我，我们去玩背背。背完之后再出发，来传我。传。你看，都是番茄，我是番茄，我也是番茄，我还是番茄。好了。哎，你过来一点 ，Switch 不好点。很小、喔，来，高高，哈哈，这应该目前是极限的啦，因为最下面那一只是他今天新买的账号，他买账号，好有钱，要买的吗？因为。我就想光遇这游戏其实你越早玩的角色它越贵，因为后面就不会有东西，不会有它的东西。看一下哦、喔。哎不想非要说呢，番茄。OK。好，看一下哦、喔。走吧，我们投胎。有谁一夜月要是不是哎、欸，冬粉，你可以飞吗？我忘记怎么飞了。我们需要牵这位大佬的手。要把这只猫猫移开，想到反省。嗯，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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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我移开好了。不然你移右边吗？嗯。不用，我躲在猫后面就好了。样样来，为什么他没有上电脑版？
不是后面要上电脑版的？快上了，快上了，他快上电脑版。他要在 Steam 上出了，但是要等一下。你以为电脑游戏对不对？对，我那时候用手机玩到这个才想说，哇，原来光遇是这样哦、喔。是谁？哪个？是谁？他叫做雪莉。旁边黑黑的这个。对啊，雪莉，他叫暗雪莉。旁边那个黑黑有鹿角的这个。哦。还在雪莉，还在雪莉，冬粉，我前面就有个雪莉，还在雪莉。不是，你只跟我讲说这个黑黑的是谁，你没有说牵手的黑黑的是谁，我怎么会知道是谁？你们满了，小黑人啊！你到门口就好。那番茄辛苦你了，对，麻烦你过图了，番茄，谢谢你了，番茄。没有，番茄应该没有要去啦，他累死，他还剪翅膀，他根本不想剪。番茄，快，你给我出去！洋洋来，快，番茄出去！番茄走了啦。对啊，他们要去啦。要投胎了吗？对，等一下等人，还有谁？洋洋，差洋洋了。洋洋，赶快！你不跟了，感觉会累死番茄，对吧、啊？坐在月月头上，快快呀！样样过得来吗？哎、欸，不好意思，你女人过来一点。我要加他，加谁？那个哦，他对你点东西哦。冬粉不是啊，你叫他们啊、他们蜡烛多好，叫他们花蜡烛。可是冬粉不跟我加好友。没有这个 DC 给哎，你们赶快加啦！要加好友，赶快加啦！加好友。那边有小黑，没啦。好吧，好吧，冬粉不跟我加好友。不是的，他应该是会丢那个给你呢，丢链接给你。你不要签我，你不要，你不要，不要签，不要签。我穷了，剩一个白蜡。对，他已经，你先不要。好好好，来来来，你完蛋了，你完蛋了，你完蛋了，来，上来啊，上来，快点，我们要出发了，我们要出发了，你过来。哎、欸，快点，不要闹！这个队伍不要太长，太长的话它不好飞啦。你有没有爱选我？没有，我跟你讲实话，有没有？有时候先不要闹，因为我跟你讲，你队伍太长的话，等下会有石头，那个石头会打到你，这个没办法。哎、欸，冬粉，你拉一下我，你就过来。不要。快啦！拒绝。他还等你，快点呐！拒绝，定哦！快点，不要闹，不要任性，快点！指挥曲不好点，不要欺负我。走啦，不要任性，走啦！你什么门不走？走最危险的门，过来啦！那个门，这个门跟献祭一样危险。走了啦，走了啦，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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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真的啦，我一走啦，我等下带你捡金人啊。哎、欸，你在干嘛？他好像断线了，他好像断线了。
哦，他不投胎了。啊，那你们投胎吧。我想说，顺便大家投胎，我再重新投胎。没事没事，那你们投胎吧。哎，抱歉啦，抱歉啦。我在边跑左边，云兔兔，哎、欸，你是不是很久没出现了？那应该没人要去了吧？好吧，解散解散，各位解散解散解散，原地解散。各位原地解散，撤撤撤撤撤了撤了撤了。啊，然后有玩阿尔宙斯的啊，记得上线。那今天有那个，我昨天啊有看喵他贴那个，有那个妖狐异色面具啊，就是色维的妖狐面具。自己烧红丝好啦，你要加好友啊。你等光遇上电脑那天，断了，谁断了？这次怎么了？我断线了吗？没有吧？哎，月林要不要加好友啊？隔壁不知道哎，关台了吧？可能他真的不想投胎吧？然后我又逼迫他，哎呀，你看完全不会开包包，不知道干嘛？这个。答案错了，这个咒狐面具，啊，你才刚订阅就黑了，一定是你有毒，就你，哎，但也不要退订啊，但也不要退追随啊，你是订阅下去哦，追随吧，骗子。你还没进脱，干你给我进哦，北七。啊、这个，哎，这个面具，啊，但是我还是戴卷卷耳的。是，你在等回复？哎、欸，啊，上次。哎、欸，我以为你回了哎、欸，兔窝在哪边？不是我，我那时候不是问你说我们要加 DC 赖群，啊高高你也说不用没关系。好啦，我再去问一下。哎、欸，高高你要进 DC 赖群，你就敲粉砖啊。我不要。我不要。你没说你害羞，不是？那时候不是因为那个吗？因为怕你的个资还是什么的吗？私我推特，我根本没在用推特，你私我推特干嘛？我推特真的没在用啊。还有谁没打过麻将想打的？我问一下，有人我再开，没人的话，我再想想要开什么啊？你该回家，要开了。我家宫本
你可以复仇吗？不是，我现在我有说过吧，我其实没那么多体力了。哎，再换血魂。上面机器人有写怎么进托了，有，但是他在等审核。嗨 ，Joko， 他是在等审核啦，因为那天有请那个温阳帮忙审，然后他说只看到一个人，结果看到那个人好像不是那个人。来吧，哎，我记得你是冬粉吗？记得你是冬粉吧？看谁龙月不是要打？龙月还在茄子那打旺旺旺啊！还有谁？可以加吗？加，应该最后一场了。哎，等一下就去睡觉了。啊，奇怪，前阵子才日夜颠倒了，最近作息怎么那么健康？你听台边写小说，哎，你来的话是菜渣关台了吗？哎，你是糖糖吗？应该不是吧？我觉得这个 ID 很眼熟哎。应该不是糖糖吧？啊，不好意思的，糖糖，下次好不好？如果没想到，下次再跟你玩。好奇怪哦，怎么那个变汪汪？对呀、啊，好奇怪哦。好像是很喜欢茄子的龙月，一直汪。啊，是你啊？欸，那你之前有来打过欸？那我对你的 ID 很眼熟欸。我是要思考一件事情 ，FB 你本名，没事，你，但是你进 DC 啊，就看你嘛，我就讲了嘛，有些怕各自会出来还是什么的，所以我才那天有说，你们没进 DC 赖群，我也不会怪你们还是什么的，因为毕竟有些是有各自会露出来啊，想不到吗？真的想不到哎、欸，真的是想不到哎、欸。没事啦，那个如果真的 FB 的话，只有我跟小帮手看得到你本名而已，因为其他人没有兔窝的权限，哎、啊、也不会有啦，怎么可能会有，笑死。DC 群呢、啊？我 DC 群是会员群呢、啊，主要是怕观众诶、欸、不认识的观众进来乱，哎，所以很早以前我的 DC 群一直都是观众那个会员群，这样你花钱进来还乱的话被踢出去，这就是你活该的意思。这样啊，对呀、啊。
七。吴一安安，没有打了，吴一最后一场了，最后一场了，早早打过了。我现在等一下就要躺。太香了，不能不碰了。喝水。哎，对耶，你们今天没人换喝水耶，我今天还准备了两瓶水出来，我只喝到一口。哎，不要一直换耶，拜托，求你们了，不要一直换耶，干妈的，干妈的，有啊，你没看到啊？哎，请提醒我好吗？待遇你最好给我喝两次哦。什么渣、啊、我一直在喝，你一定要喝啊。啊，我等一下去尿尿了。等一下要去尿尿了。你是我看作最渣的兔子了。哎呀，来啊，灌水时间不行啊！现在靠，没事。我亮了欸，我亮了欸，我都亮了耶。亮了欸，妈的，怎么那么小？哎呀，这一局，我担心这一局被绑架、欸，怎么办？我好怕、啊，我好怕呀，怕呀，怕呀！哎，今天没去找怕呀。好好好，平安安，啊，好想尿尿啊！你们握牌不要握太久啊，膀胱不要握着我的膀胱啊，不要捏那么久。
好爽哦！ツノ。耶！啊，我摸到我的膀胱了，自摸啊！拜拜拜拜拜拜！爱婚全带腰，三色同顺啊！尿尿。同順ドラ白純ジャンタ、欸、靠腰干什么去尿尿也要打ハネマンハネマン打屁啊尿尿啦再尿尿啦干嘛啦国之安安哦再提一下哦这是最后一场了哦都是最后一场了主播不太舒服，好不好？主播本来今天不该开台的啦，今天本来没有要开的，所以我在想，还是我就真的不要开台前健身了，不然我觉得后遗症有点严重，就是后面会懵掉、欸，还是敲爽没？还敲？该休息了，对吧？其实烧本来是预计烧完红石秒关呐、啊，啊，烧完红石马上鬼转去啊灵儿台，结果，哎，好像让他不开心了，好像让他不开心了。你连被 K 几九次，哎，至少是敲头十九次，不是砸下巴十九次，好吗？砸下巴是会起飞、欸，会起飞、欸，你知道什么叫起飞吗？你知道什么叫起飞吗？海绵宝宝，可能是忽然太多不认识的，没有啦，是应该是他真的不想要投胎啦。你看，毕竟一个新游戏，资讯量庞大，会不会吓退人？嗨，月雪。就不要被日马击飞即可。啊，是啦，小起点啊。感谢月灵的。100小起点。嗯妹妹猫晚安，没事，待会就陪你去睡了啊。你睡你的，我睡我的。
他可以跟你睡，哎，欢迎带走，欢迎带走。不想象，不想看。你知道原本是100才有砸吗？但是太多人都丢10块的，我想说好啦，门槛调低，丢就是丢，就十块就丢了。啊！欸，龙月，你是低的台声音都打开是不是啊？所以你刚刚是一次低了3台吗？你刚刚是茄子、灵儿跟我的台都打开哦、喔。1000有被砸过啊，可是当时没有设定会飞的这个功能啊。欸，后面好像有欸，有吗？开玩笑。这样滴滴大队长，我都开哇，耳膜不会炸吗？同时，就像同时听五首歌一样。啊，不行了，我是打哈欠呢，而且干刚刚水喝太多，我现在有点想吐。哦，好不舒服哦！天哪！哇，天哪！好了啦，修一下，修啥啦？我等一下应该再等一下再躺吧。哇哇，这个牌哇！欸，其实我看这个嘴巴有点像那个三角嘴巴，有没有？长胡子、长绿色胡子的三角嘴巴。欸，耐心等待却被赶去睡觉，我还是去睡觉，去睡啊，晚安，你赶快睡啦，不要无缘无故的熬夜好吗？怎么办？还有谁的台可以揪？我真的不太敢揪不认识的人的台。真的不要小看我社恐的能力耶，单僵哦。好，我看看哦。哇，跨跨买买，尤里还没回家不是吗？我不要。哦，不要，好好好，不要揪，不要揪。干！我在找人，我在找人。看，还在掉，还在掉下来！天啊！在找人，你丢屁呀、啊！感谢月灵的1000小起点啊，白痴哦！你知道被砸，我要马上切回来看是不是谁砸我、欸，不然被错过很可惜、欸。看看哦，看看哦，尤里还没到家，茄子在打 A 嘛，对不对？茄子，哎、欸，我没看到茄子开台、欸。玲玲在 A 嘛？哦，看到了，看到了。ドラドラドラニ。ドラドラドラニ。数えゆくマン。哇哇哇哇哇！谁死了？あら。啊，龙月你怎么死了？哇！糖糖做得好啊，糖糖。有主播在呀、啊，嗯，我看他分类还在。
欸，我刚刚看他不在呢，他怎么回来了？他刚确，我确定他刚刚不在，好不好？他刚刚肯定不在的吧？宝贝，你的分类，好啦，久违的啾啾就到幽灵台啦。不是要睡觉前都这么狠的吗？阿亮也是非常被灵机嘛，不用抱歉，抱他就好，好不好？啊，对对对对对，要跟他说啊，不要抱歉，抱我就好。啊，这个要跟棒棒糖妈妈说的。好啦，有没有说晚安的？说晚安环节啦。这几天再看吧，可能也是多几场日麻台吧。好啦，雪莉晚安，水母晚安，次次晚安，同学不同学，同学是谁？马同学晚安，九口晚安，乌一晚安，利恩晚安，番茄晚安，午安是怎样啦？王宏源晚安，月雪晚安，果子晚安，冬粉晚安，水母晚安，样样晚安，月灵晚安，糖糖晚安，好像第二次了。利恩晚安，好像第二次了，去你妈的！白熊咬饼干晚安，好久不见，晚安晚安，旭夜晚安。想说讲两次，一个辛苦了，一个讲晚安。妈的，去你妈的！欢迎晚安 ，YT 有没有 ？YT 有没有 ？YT 好，九口再一次晚安，晚安晚安。哎，柳橙橘子晚安。RAID。好啦，带过去啦，各位拜拜。哎，不过题外话啦，好不好？好不好？他只差一点点就，他差八个人，他有没有兴趣帮他顶一下追随啊？啊，虽然要揪去主播台啊，有主播台啊，啊，这位差八个啊，好不好？你知道他们在加班吗？我知道啊，他们转盘也很过瘾啊，我知道啊。啊，这个网址是喵灵儿的台啊，啊，他差八个追随，然后会有签订的东西，应该是啊。好啦，大家拜拜。辛苦啦，月玲晚上好，你辛苦啊，马同学晚上好，你辛苦啊，文馨看得辛苦了，辛苦辛苦。我跟你讲，这个次次都不睡觉，我想说什么意思？你啊，晚上好，你辛苦啊。听说就几个人过来加几分钟是真的吗？除以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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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加九分钟的，反思。说啥呢？你这样我还得了？九分钟，九分钟哦。我你这四十五个人就过来，我加四十五分钟我就不用下班了，我就不用下班了。这是什么公园还公园？晚上好，你是哪？欢迎降落，这里是幽灵转运站。我以为四十五分钟，不可能。你们揪团这么硬，不可能啦，好不好？